来的每一场表演我都要把它带出去，体积小然后又轻，这边可以接耳机，它还可以用蓝牙连接你的手机，然后就可以播音乐，就等于是说我在暖子的时候我可以听到音乐，然后又可以听到自己吉他的声音，所以基本上就比较能够很快速的进入状况。现在吉他手很幸福哎，就是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，那有许多新的产品不断的诞生，像是一些小音箱啊，或是数位效果器啊，它越来越方便，越来越进步。随着这个 Fender Mustang 的诞生，基本上来说就是你现在想要练琴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练琴，你在哪里都可以弹吉他，所以没有借口，赶快练吉他吧，拜拜。